哎、欸，今天我们开那么久，到底是要来哪边呢、啊？今天我们是受邀啦，受邀来这里，来这边拍拍影片。台湾最大的著名嘴鬼美术馆，还好他有刻字，好有他有刻字、欸。不然我以为来神木区。哦，这个是我们入口停车场这边，然后等一下带大家去看。那时候我们要跳一下吗？哦，好，来。认识你十几年，第一次这么乖的看书了。还摇个两下，效果。童年回忆，快点。这很像。啊，不要做坏事。跳。嗯，来，这是第一个入口，来来来，现在正在举办的哦，就是这活动，到明年度的活动。当创意运动奥运的活动，对对对对，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参加哦。室外区喽，对，地图都在这。这占地几甲？十一甲。哇，原有使用的范围是八甲。八甲，所以要来的人要早一点来，不然你会逛不完。逛不完。谁没料？路远的话，你有可以跟服务台这边服务中心可以拿这个哦，可以拿这个简介哦。那我们就去户外区喽。Let's go。可以感受一下，是这个艺术家他建美术馆之外，然后他用12年建完之后再捐赠出来的，所以我不知道艺术家知道美术馆是隶属于台湾反文教基金会。哦，是哦。所以这一块的努力，他弄完这个之后，他再捐出来。对，就是朱老师当时就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说：“我被老白了，就是想要不留给他儿子。”反正就是老师希望作品，为了作品想，大众，他其实希望他的作品可以不是艺术市场上面的一个价格，或是有钱人可以看到，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，不分贫富都可以。对，没错。太伟大。嗯，1999919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拍下这里。对啊，你就扫过来。1999919，然后猜一下这个什么意思？猜出来了。1999919。有点怪怪，这是我们这个馆哦，著名美术馆那个开立的时间，然后他故意挑在9999，希望这个美术馆可以长长久久。对 ，OK， 绝对不是因为消防局的关系。乱猜，乱猜吧。Go， 出发。这是馆的那个造型吗？模型复制品。
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跟老师预约，所以没办法访问到老师。对，没访问到老师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访问到老师的影片。老师讲的是台语耶。当然啦，伊是正港的台湾人啊，他出现在出生在苗栗通宵，当然讲台语啊。做功课哦。当然，你网红，往你后面看一下。哦，哈哈哈哈哈你看的是，哦，是哦，这边就是这个馆，这个馆就是朱老师的一些馆内，还有他生平的事迹。对，他生平的事。他是两个同心圆的模式，大家可以这边刚进来室外区就看到这里哦，大家可以多多留意一下。讲话啊，两位，他都不讲是怎样？哎呦，就害好，突然寂寞。我想说啊，就比赛为什么两个都不讲？故意的啊！我都在看谁先说话。接下来一系列就是我们的军人系列。军人系列的。对对对。大家往这边逛。对。耶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翁哎。哦。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哦。你家隔壁那一位就是了。文中啊，我辛苦。新派金龙偃月刀，青龙吧，青龙偃月刀的哦，这个祥利哦，这个你以为又是关刀吗？我跟你讲，不是，这叫步枪，他倒背枪有没有？松狼也有名牌了，看之前就知影，看起来就爽的，似乎还没退伍啊。过去做兵，你看、他2005年入伍，现在应该还在，所以他还没有终身俸，还没退伍啊。伊做兵爽甲，人看袂过，人家目睭，你看，所以鼻仔是猫落的。那不是嘴巴吗？对他来讲，这区对，那最重要的小孩，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是，这些的军人啊，老师赋予他名字的同时，他就多了一个另外一个意义跟那个身份地位，因为他表现是抗战英雄，在战争的里面不会有记得谁在这战役里面过世。可是老师赋予他生命的同时，赋予他一个名字的同时，他就有一个价值，或是留下一个东西。哦，没错。这个拉链。拉链。哦，有。对。然后这个拉链的部分是很大一个拉链。哦，这个拉链，我以为你说这一个。不是你身上的拉链。可以过去吗？这个红砖可以上去。哦。然后你可以感受这拉链多大，然后中间种的是荷花。然后拉链齿链是水泥砌成，然后这艺术家他的签名就躲在拉链头上面。拉链头上，他是朱军，他的英文名字。所以这是可以搬起来吗？不行不行，搬起来就可以拉了，搬起来就可以拉了，就可以拉了，整个把它拉。你们等一下继续拍一拍就往前，太急要留点时间。OK， 好。呈现讲话队形，真的嘞，那讲话队形啊，讲话队形就是这样么字形啊。我的印象中讲话队形就是么字形。对啊，就是么字形。讲话队形，这 ，Go， 等一下我们要先进。Go， 出来啊！这是刚那个木头那个嘛，木头的美术馆模型，就是这一个，就是这个哦，可以看得清楚啊。这边是朱老师30几年前就已经。阳明国际的区块，对，然后最主要是你们拿手机出来拍，会有一种全景的感觉。是啊，你说这个吗？我说红飞鸿的招牌 pose 吗？来，来，马步蹲下去，对，没错没错，再蹲，再低，我也是三十几，再低，再低，来两个一起蹲，两个一起蹲吗？要两个一起蹲，安尼刚好，安尼刚好，一接30回，接40回。安尼吗？安尼吗？不会客气。对，大家拢辛苦。好，啊你点那么多，点那多，就开袂少。无啦，即摆有好康呢，即摆拢有套票啊。啥物好康诶？好。优惠套票，午餐优惠套票500元一套。饮品优惠套票430一套。午餐的话是搭配那个餐点一个套餐。对。啊，饮料都是饮料诶，都是这样简单。不能睡了，不能睡了。没有啊，这不是只有小女生会来，我吃你一口，你吃我一口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如果以
前就这样了。我问你，你当兵的时候你会吃一下林海的那一个？哎、欸，来，我吃一下你的扁冬。当然不会，因为他的扁冬跟我一样、啊。他那个下雨的装置是来散热的，是有散热的。所以我真的可以吃一下你的黑森林。我跟你说，最喜欢人家吃，最喜欢吃人家的黑森林，最喜欢吃人家的黑森林。让我认识这个时候感觉很怪，就是那种，你知道有句话叫狗咬狗一嘴吗？让我发觉我讲这种东西，妈的，他妈很有天分啊！哦，这吐司啊，真的很厉害，外酥内软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内馅黑黑的，没梗的哦，就这样，黑黑的没梗的。扫息，他敬你的，我还扫息。李正，敬你。他已经敬你了。李毕，那他还没放下来啊？啊，你要等到他放，你慢慢等啊。算快结束，快绕完喽。没错，室外的最后一个大型的展览、啊、大型的展览，海军系列，人间系列、哦，人间系列的海军系列，好不好？人间 系列的海之海军系列，好不好？刚因为有陆军，所以海军也要。對對對，那大家要注意的就是，它闭馆时间是5点，5点、哦、所以你不要太晚来哦，不要太晚来。我觉得中午以前过来。对，你就大概早上出发，然后中午去，沿路都有美食嘛，你就吃个东西，或者是进来再消费都可以、喔，也都可以。咖啡厅、对，亲子餐厅，对都有，这里也有卖吃的，都可以。没错、喔，那就最后一站喽，那就最后一站的户外区了。等一下我们到最后一站的室内区。哦 ，Go，Let's go。拍一下，你看，拍起来。我这点，我七点就来啊呢。对哦，你这么早来哦？七点半就来啊呢。啊，不是讲八点啊，没话啦。老师，唔知头前在创啥？你说插队是这样子吗？是插这样子吗？是这样插吗？插起来，插起来。就是一直看，插队其实那就这样吧。插队的，哎，好，插队门就开了哦。拍一下这个人，现在给我，现在给我，现在，你看一下这个人在干嘛？人家，哦，人家动作，啊，这动作是完美的吗？哎，你做这样子而已。没有啊，我跳啊。是吗？哦，哎呀，真是的，没有跳怎么进得来呢？好对好好好，来来来，来介绍一下啦。不朽系列，好不好？系列后面的，来，我们20周年老师的展览，今年的20周年的展览，20周年的展览，来，从去年9月到今年的8月30日，到8月而已哦，还有时间，大家快要来哦，要来的要赶快来哦，对，探极恐龙系列，这也是我们这边的最后一站喽，对，今天的最后一站了，来，逛起来 ，Go。Thank you.
前面刚刚的小的那个就是想见目标作品，黑咖老师在创作木头作品的时候，他时而具象，时而抽象。那在这边可以看老师把你单开始，就知道自己的风格，该剪发该打刀的。那这边可以看老师的对招开启。好，那在对招推手两个人，老师慢慢的简化出，呈现出他对拱门的一个的作品的一个造型。好，那在看拱门之前，我们可以再做什么后方？而且您在这个角度往后方可以看到，大概三点钟方向。从这边的拱门看到那边的拱门。对，哦、他们这边可以看到是对招推手两个人，然后变成了单人。不是单人，是两个人，但那个两个人的形体已经简化。哦，对，有反化解啊，没有，有反化解，真的，认识这么久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原来艺术真的是要有天分。啊，我这样看，来这边这样看就形成的，就形成这边，对，就是有机械以后的感觉，有反化解。知道这个这一块木头五千年的历史了，它本来沉睡在地底被挖出来。你看，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沉在地底五千年被挖出来，什么都没有？要记得来这边看观看哦。对，这是朱老师近期的一个作品，真的，你看到这个你会很多的感动。后面我们附上当初在创作的过程的一些小的记录影片。对对，小小记录影片有多小呢？大概是。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在这边收尾的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对，有什么意见就可以在底下影片下方留言，有什么感想，对对对，有什么意见都可以，然后记得在留言哦，按赞追踪，抢先看，好不好？打开抢单，对对对，拜拜。